各位朋友哈，大家好。那我们早上讲到肾结石，那肾结石总挂一句话，它还是怎么样？仪器造出来的。那造出来的东西，现在我们都已经清楚，它是怎么样？果，不是因，也就是不是我们要处理的。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其实我们很快就可以误入，啊，也不会因为一颗结石在身体上有所挂碍。好，那结石讲完了，我们进一步再来讲那个瘤的问题哈，像肿瘤或肌瘤，这个容易讲，这个在我们癌症方面哈，会进一步来探讨。那我们就暂时瘤的问题，我们就先不谈，我们再来看肾萎缩，也就是尿毒症，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尿毒一般有时候你指数一检查到不正常的时候，哇，有时候西医当你告诉你的时候，一般人是受不了。那有时候他在医学的专业领域上，他们会叫我们洗肾。那到底什么期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洗，而有些什么状况下我们还可以用原始点来处理呢？其实很简单，只要他还没有洗，那身体状况还维持在某一个状态，我们就可以用原始点，还有温敷，有些情况是可以立即改善，而且甚至可以把它救回来，而不到洗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个片子好了，影片哈、哦，看影片哈，那个就是台湾收集刘医师的一个案例。开始我也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种肾脏病，因为我的眼睛被铁丝打到出血，然后我去看眼科，那个医生一直说我有糖尿病，但是我去验血糖，医生又说我只是偏高，还不至于吃药。那个验血糖的医师怀疑我肾脏可能有问题，就帮我介绍到肾脏科，然后一验血，那个医生第一句话就说你完了，你要洗肾了。那个时候我整个人心情真的是跌到了谷底，一下子病情急速的恶化。然后我的听朋友的建议，我又到台中医院再检查一次。本来尿素氮只有118，但是到台中去验又变成168。后来经过我的妹妹介绍我到这个元德中医给刘医师治疗3次以后，我再去
验血，突然间降到72，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振奋人心，大家心情都很好。经过李医师的3次的治疗，情况就马上获得了改善。这是可能是归功于延时点的疗法。现在我做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感觉到身心都很清爽，家人也很高兴，不会像一开始得病的时候心情那么不好。这要归功于我们刘医师细心的治疗，还有我们自己饮食的控制，还有适当的运动，还有充分的休息，才能够有这种结果。谢谢大家。其实我们容易被那个西方医学的指数所吓倒。那这样的案例，其实我印象中还有一次，就是台中有一个陈医师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女孩子，那发高烧已经住进医院，情况蛮危急，也是检查出来肾脏功能已经衰竭，那西医就是要叫她洗肾。那她结果家属啊不大愿意，那就一直找到那个陈医师，那个台中那个陈医师是跟我学过延时点，他就想那要不就用延时点试试看，我就是帮他女儿在脊椎两侧推揉，然后温敷，哎，结果几天之后，整个情况逆转，也好得非常快，他们家属都不敢相信，连医院也不敢相信，那整个情况就恢复了。我恢复了，当然那个女儿也没有洗肾，所以这样的案例我相信会越来越多。但是一旦经过洗肾之后，那个肾慢慢萎缩之后，等于他用机器来代替你身体，那身体不用了，久了它也会坏掉。所以当你洗肾之后，你以后很难再逆转了。但是当西医说不行的时候，我们应该还要努力，我认为还有努力的空间，而这样救回来，我相信案例一定会越来越多啊。那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重大疾病，很多像感冒啊或者什么住进医院，结果常常治疗越来越严重，什么功能衰竭，什么进一步，大部分都是阴寒引起。所以大家如果能了解，有时候知道，疾病重大的都是阴寒。那如果我们家人进医院，身体越来越糟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他的体质可能在很多的治疗下，他的身体是承受不了。比如打点滴，我也曾经有一个患者，就北京哈，就是他本来就是心血管不好，那要去医院准备开刀，结果还来不及开刀，就是打点滴，在医院住3天，住3天打点滴，情况变怎么样？打到最后连心脏也不跳，最后西医变成怎么样？紧急帮他 CPR， 结果也没有救回。那时候我去医院，本来想看还有没有希望，我手一放下去就停止呼吸了，所以这种案例都让我蛮震撼的。那也就是你寒才会让你的身体功能进一步衰竭，记得我讲，所以你如何让它逆转？唯一的就是让它的体能恢复。所以这个案例也是应该推揉加温敷啊。好，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说把肾，如果真的已经到萎缩的地步了，有没有办法把肾揉到恢复原来的？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如果器质性已经病变了，坏了，你是没办法把它揉回来。但是它原有的功能，各种身体功能还在的时候，你只能用把各种身体功能调到最佳的情形，那他这个肾不要负担那么重，他就不会进一步怎么样恶化，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比如你平常肾都你喝水喝很多，经过还要经过肾脏，然后膀胱的排掉，你如果能够加强运动，让水分从汗排出来，是不是就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所以就是用身体各部分正常的功能来强化，哦，然后来减轻他的负担。很多重大的疾病是可以维持在一定的平衡状态，这样大家能理解吧？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脑萎缩。脑萎缩其实我们，我听过学员治疗的案例还蛮多的。在台湾有一个就是已经确定就是那个患者脑萎缩，那走路是怎么样？摇摇摆摆，也跨不出步伐。那他帮他治疗差不多两三个月，那就是头部原始点为主，然后再看他四肢哪个部位要强化，也帮他揉。那两三个月做下来，他现在已经可以直线的走路，没什么问题，不会摇摇摆摆。这样的案例也有。那我相信还有因为最近跟李先生他来，他也分享他一个那个脑瘤开刀的案例，也是一样那开完刀是就是手脚都不灵活了，那他也是花了几个月，两个月。那他说这样处理下来，他那个脚已经好了八成，手也好了五成。哦，这个是，如果以西医是没办法，因为开完刀的后遗症，那个绝对没有办法那么快处理，那就是用延时点，所以我也那个脑的问题，脑瘤会不会造成这个症状？一般是不会，但是如果你开刀让组织受损，它的后遗症就大，这样懂我意思吗？而且很多脑瘤开完，它还会长出来，最后还是怎么样？再开，很多会这样，但是你一次把它揉好，然后温敷，它整个症状就稳定了，这样懂我意思哈？好，那所以我们处理像肾萎缩，我们是不是脑萎缩也是一样？是不是要把脑萎缩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一样大？不可能。所以你们的好那个定义一定要记得，你们的好是不是是照西医的标准，也就造出来的标准，那他说不正常，你就不正常。那你已经好到完全没有症状，你是好的还是坏的？我问各位，好的，因为症状是以病是以症状为主，对不对？那症状好的，理应就是好的。那如果说造出来不好的，比如我们刚刚讲的，那你如果想脊椎移位或椎间盘突出，或骨刺，你把他的筋揉好了，他症状也不见了，你这时候再去照，他椎间盘突出还是突出哦，还是突出，脊椎移位还是移位，压迫还是压迫，但完全没有症状，以后也不会出现症状。那所以我说骨头本身会不会造成症状？不会。我就是在强调这个观念，也就是真正会产生症状的是什么？筋伤，这个才是真理。那也就是像我太太骨头已经怎么样严重变形，从160公分然后变形到150公分，整个脊椎是压迫，她有没有痛？我昨天跟你们分享到最后，她是咽下这一口气，她不是在痛中度过，对不对？那也就是筋伤才会产生痛。那很多人就是一直想我要照西医的标准，那你永远没完没了，这样懂我意思吗？比如你要求你的脊椎跟原来呈现侧面看像 S 型，那椎与椎之间都有一个空隙，椎间盘的空隙，你要求这么高的标准，我跟各位讲，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一个达得到？你们没有一个达得到啦，我跟你们讲真的。那你们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你们等于自找麻烦。就像一个车子制造新的，出厂之后，然后使用了10-20年，你们要求这个车子跟原来出厂的一模一样，能不能达到？不可能达到。那你们竟然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那不是自讨苦吃？你想想看嘛，经过你们几十年的使用，脊椎会不会增生啊？会啊，有些就会长骨刺啊，但不妨碍我们啊，
懂吗？哦，那你们活像我活了哈、哦，这么一把年纪了，我的头发也白了。你能要求我说我要像我婴儿的时候头发那么黑吗？我可以达到吗？达不到啊。那你们能要求我说我活了这把年纪跟你们20岁的脸皮一样的红润吗？我也达不到，除非我去拉皮，拉了也不一定会跟你们一样，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也就是这一个过程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没有人能够避免掉的。那也就是我们的骨头的移位正常的使用，那慢慢增生移位，那也是属于什么正常的。也许是你们可以说我因为不懂得保养而产生的一个过程，那也是一个过程啊，你懂我意思吧？但是你最主要就是让这个车子继续保持行驶的功能，这样就可以了。那也就是我们这个功人的体力生命力一直维持着，我们不要在乎那个脸皮皱不皱，我的头发黑不黑哦，我的头发稀少或多少哦，不要去计较这个。如果要计较，你整天怎么样过得都怎么样担心中，然后心神都不安宁。那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我跟各位讲，你们现在去照照看，应该很多人都移位了，应该都要排队再去割了，是吧？那每天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我们不是要把这些过程增生的、哦、一个自然的过程现象去处理它，那个绝对是自找麻烦，这样大家能理解吧？所以你们的好我不知道定义是不是要求像跟西医的标准，那西医的标准就是像原厂出版的，你们能达得到吗？如果要去照，等于你们自找苦吃。所以当我完全理解医学了，我跟各位讲，我不会再进医院了，我不会被那些骗子所骗啊、哦！这是我的标准哈。那所以我还是强调一句话，人应该相信什么？相信自己，而不应该相信这个影片还有指数，这个等一下我会进一步再谈。好，那肝硬化也是如同这样，很多人检查也有肝硬化，肝硬化会不会有症状？我跟各位讲，肝硬化如果没有经伤不会有症状，经伤才会产生症状，这样懂吗？好，那这样你们已经理解了就好办事。那肝硬化如果说你哦，那个胃肠胀胀的、啊、吃不下饭啦、啊，这里有时候痛痛的啦，那你去检查肝硬化，那你也不用担心，那这时候你已经是筋伤了，你只要把筋揉松了，它肝硬化虽然没有办法好，但是它的体能怎么样可以恢复、哦、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我曾经有遇到一个患者，那是苗栗的一个患者，就是那个患者他学了原始点，那太太也学，两个互揉嘛，那揉了一段时间，他说揉了差不多一年多一年了，结果他为什么越来越瘦，体力越来越差？我说那你揉的时候有没有痛点？他说没有痛点。我就亲自帮他揉，揉下来脊椎确实没有痛点、哦、那揉了没有痛点，我就知道答案了。你们知道答案吗？揉了没有痛点，那人体一直瘦下去，身体一直没有体力，甚至有时候也不大舒服，那个是什么因素？寒不会产生症状。我跟各位讲很简单嘛，我已经表演给你们看了，第一天揉起来没有痛点，但一直瘦下去人也不舒服，肯定组织受损，有没有？只有两种状况嘛，一个是24小时，要不就组织受损。所以那时候我就笃定跟他讲，你内脏组织一定有受损，不要不然不会有这种症状。因为再严重的急症重症我都看了很多，所以我马上帮他断定他不再讲话。那我就跟他讲，他不讲话我就讲，我说你这个病很容易也可以再处理。他说但是我已经努力了，我太太一天帮我揉两次，
我温敷的时间一天3到4个小时也没有效，那你说我还能努力什么？我说第一个运动，第二我认为温敷的时间不够长，你起码要10个小时以上，就是连睡觉都要温敷，啊，白天有时候还要温敷，那推拿的时间可以改成3次再加强，那你本身一定要加强运动。我就比喻说，就像打篮球有5个人，对不对？一场有5个人，那其中一个人怎么样？已经生病了，不大能打了，剩4个人，4个人可不可以打？还是可以呀，只是打得比较累呀。其他那4个人又老弱残兵，打起来更累。那你为了活命，你就要拼啊！因为这些身体就是因为你以前不懂得保养，有些人就是喜欢喝酒啊、熬夜啊，那把肝弄坏了，现在你就是要承担这个果啊。那知道了这个方向，你就要拼啊！所以我跟他这样讲，讲完之后，他终于跟那时候还有分享，还有拍他的片影片，那他就那问完的时候，那时候有拍影片，他说就跟大家讲，其实我医师已经宣布我肝硬化蛮严重，他自己才承认。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揉起来感觉怪怪的，都没有痛点，怎么会越来越瘦？以原始点不可能有这样，那揉起来一定是组织受损，所以我就当场做这样。那他听完之后，他说其实听完我的答案，他也蛮高兴，进一步确定他就是没有还不够努力就是了。那他再隔一年，我再碰到他的时候，他长肉了，而且体力也恢复了。那我问各位，他肝硬化还在不在？在呀，还在。如果你依你们的标准，他到底是好或不好？所以这个好，你要用什么标准来认定？你要如果用西医的标准，那他还是肝硬化，那怎么会有好？那如果以他的体力跟生命力，他好不好？好啦，他日常生活也可以正常运转啊，然后他睡觉也睡得早啊，他也可以去帮人家按摩啊，他是还是最后好像是刘医师他们按摩队的队长，哎，志工的队长，哎，那你说这样的人有用吗？有用啊，好了就有用啊，能用啊，不是病人就不能用啊，病人在西方医学就是好像病恹恹躺在床上，那叫病人。我们原始点的病人就是救起来还可以当志工的才厉害，就还可以帮助别人，帮助其他的病人。那这个患者是达到了，所以我们肝硬化也不是说要把它揉到恢复弹性，没有这样的。所以当你去检查，你也不用担心，就好像车子撞凹了，凹了就凹了吧，那还可以开，我就继续开吧。哦，那就注意开，不要再去撞了。哦，那也许再开个10几年，说不定也没啥问题。稍微凹的又有什么关系？擦油漆擦一擦，然后保持那个不要再腐蚀了。哦，那稍微凹也没有关系啊，外观擦一点。哦，那比较费劲一点，如此而已。哦，好，所以我们对好或坏那个标准一定要想清楚。好，那肺纤维化，肺纤维化如果到纤维化，大部分的症状就是咳跟喘，最严重，哦，喘到甚至呼吸不顺畅，甚至快停止。那他的症状会反反复复，很难治疗。这种症状我们也遇过。那一般在我的看法，肺纤维化症状有没有办法完全处理好？有没有办法？他虽然肺纤维化会产生症状，绝对不是因为纤维哦，纤维是因，症状是果，不是这样，而是他经伤是因，症状是果，这样懂我意思吗？只是说这个经又受他的体质影响，这样懂我意思吧？所以他的恢复会比一般人稍微慢，如此而已。那你只要把经揉松，然后温敷够，然后叫他运动，慢慢练习肺活量，他可以不可以完全好？可以。但是纤维化的问题有没有办法恢复弹性？没有。你不是要恢复它的弹性，像原厂出版的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很多人就是要好到怎么样，像出生婴儿一样的状态，就是西医的标准公式化，那不可能达到的。所以我去美国，很多人就问我，那你的白头发能不能变黑？
你的脸皮能不能红的？他就问我，你们想我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可以啊，我要努力而已啊。但是我啊，我为什么会白？我记得有一句话，青山本不老，对不对？为雪白头，哦，绿水岩无忧，阴风中念。我的头发白是因为你们还没有了悟这一套啊，所以我还要继续讲课，所以讲到头发白了，是吧？要不然如果我要把白弄黑，说不定有可能，我就不要讲课，每天叫你们三餐帮我揉，我的学生那么多，每天帮我，然后我每天就运动，不再跟你们搞什么原始点，我就自己活我自己的，哎，说不定可以活出来。我每天爬山运动，然后吃热的，哎，说不定会改变。因为我的患者也有像黑脚阿嬷，等一下你们会看到的，他就是头发白。头发白，结果我这样帮他处理，把脚救回来，他头发竟然也变黑了，哦，这个也有这样的案例，哦，那我只能说，这个我们不特别强调，但确实很多，确实是可以改变，但要努力的够。但是一般人只要不逆转，哎，不要越来越寒就好了。我是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就好，因为人年纪越大，他体质会越来越寒，不可能越来越热。所以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命力，就本来就不容易了，那何况要逆转，那更难。好，所以我们不要期盼我们的身体好到像原厂的，这个有一点，哦，要求过分，对自己身体要求那么过分了，啊，你们啊一定活得不快乐，绝对不快乐。哦，那如果要活到像西医标准，你每天都在担心，为什么？今天把你揉好了，你的标准，你明天一定会怀疑。我的指数明天会不会又不正常了？那好又代表好了吗？你明天的担心又代表了什么呢？是吧？所以一切不都是因缘法，都在随时在变化中吗？你怎么能够要求我今天的车子，哦，不会那个都像原厂的，然后每天开都像原厂那么好，连轮子都会磨损啊，你怎么可能做到？所以就随着这个因缘，那生老病死，然后沉住坏空，那该坏的就让它坏一点也无妨，但不影响生命力就可以了。这样大家能理解吧？好，你能理解就最好。好，那癌指数等一下再讲癌症的时候会同时指出来，我们接着再来谈肝指数的问题。肝指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我的志工，王老师，他治疗一个就是有一个企业家，哦，他有一次就是进去医院，就是检查出来猛暴型肝炎，你们知道吧？那就肝指数一路飙到1000多以上了，哦，那进去的时候已经蛮严重，所以我的学生，哦，听到之后就带了红豆袋，然后就赶去医院看他，就去的时候看他体力，哦，已经不济了，那他看到总是有人来，认识的人来，然后从冰箱，然后把一个冷开水要倒给他喝，他说不能喝，然后马上把冰箱的什么矿泉水啊饮料通通把它收出来，然后看他的舌头颜面一看就知道那个都是属于什么呀，很寒，所以才会进入医院，所以告诉他这通通不能喝，然后就开始用原始点帮他推揉，然后加温敷，我听说搞了1个多小时，好，那处理完之后，这个患者觉得哦，全身通畅，那很高兴，就把他送到医院门口，就让他那我的学生回家。那回家之后，隔一天，医院的医师来巡访，啊，哎，看他精神怎么变得那么好，哦，然后就再帮他检查一次，哎，结果指数从1000。竟然恢复到接近标准，我一时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就一路追问你有没有针灸啊，你看西医本来都不相信中医的，但这时候奇迹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乱问了，问这个是不是针灸好的，或这个是不是用中药好，那他问他有没有用针灸或推拿，那个患者跟他讲没有没有通通没有，不敢讲，
哇，那个医生就很高兴，哎，住我们医院，突然间睡一觉，全部都好，哇，那我们医院真的是福地啊，哈哈，很高兴说，你今天就可以出院了，哦，那患者就迷迷糊糊，哎，我反正医师检查出来也说我好了，就很高兴回家。那回家隔一段时间，他就找我的学生聊起这一件事，他说他事后追踪，因为同时期有六个人都是猛暴型肝炎进入这个医院，他是最严重的一个，结果这其他的五个人已经阴阳两隔，哦，都已经往生了，所以他才知道本来我应该死的，那我应该怎么活下来。他说我很感谢你，那一天应该就是你救了我，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整个身体还是很疲惫很劳累，哦，那结果经过他的推揉还有温敷，然后叫他不要再喝凉的，哎，整个一晚下来他整个就舒畅，所以他非常感激我那个志工王老师，所以王老师亲口跟我讲，他说这个案例，那个老板他还有讲出是什么企业的老板，所以人现在人事都俱在，哦，我这个讲的是大量流通，说不定他们都会看到，哦，但因为这个企业家还在，所以不要把名字也指出来。那你看，你太相信指数是因什么引起的？因寒体质引起的，寒是因，指数还是什么果啊？仪器检测出来通通属果，你不要在仪器上玩，也就检查在数字玩，那个数字即使正常了也不代表你好，这样懂我意思吗？如果身体还有不舒服，你还是有症状，你病还是没有好，那症状好了你就不用管指数了，这样懂我意思吧？所以当癌细胞也是，癌指数很高，但当你癌指数弄到低的时候，很多病人就死掉了，我遇过很多，啊，有些人指数很高，哎，结果活得很快乐，也没有事，所以不，指数不是一唯一的标准，但我们的人反而相信指数。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故事，韩非子的故事，买鞋故事。韩非子就是有一个，就是写一个人，就是他要去买鞋子嘛，那先把自己的脚量一量，那量了那个尺度量好了，然后他就去市场买那个鞋子，结果鞋子买到了要穿的时候，才发现他那个量的尺寸忘记带出来了，所以他只好又回家去拿那个尺寸，他拿回来回到那个店面，结果店已经怎么，哎，店关了，所以旁边有人就觉得他的动作特别奇怪，就问他，你干嘛不用你的脚试一试啊？结果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我不相信我自己的脚，但我相信那个尺度。你们觉得好笑哈，哦？那就是在笑你们，你们不相信你们身体告诉你们的症状，但你们宁愿相信西方医学冷冰冰机器所量出来的指数，那不是跟那个人一模一样吗？哎呀，就一模一样，原来韩非子就已经在讲你们了。我的看法没有两样，所以这个指数当参考，如此而已啊，不要太迷信了，这样懂我意思吧？好，那我相信你们听得懂。那肝指数我就讲到这里，肾指数刚刚讲的就是肾萎缩，这已经讲好。血压，我跟各位讲，血压也是机器量出来的，那血压一般它量出来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你可能不正常而已，但是是不是真的不正常也不一定，如果照血压高它应该有症状，好，一般血压高它的症状最怕的是什么？脑中风，对不对？还有血压高代表心血管疾病，所以这两个疾病是一般人最担心的。那如果你担心，你如果血压高，你可以先怎么样，把头部眼屎点揉揉看，如果这里揉了没有痛点，我保证你不会中风。血压低也是一样，高低都是指出一样，以眼屎点为准最准确，哦，但是如果你一直在乎这个血压高低，即使血压正常，会不会脑中风？也会。所以它只是代表一个怎么样，一个参考而已，哦，一个参考。那一般高血压我自己处理过，哦，
就是如果高血压，一般它的痛点在哪里呢？在这里，头部最多，还有上胸椎，这个痛点最多。那有些人揉完之后，血压就会降到正常。那有些揉完症状，全身我都帮他查过，症状揉完，他血压有没有降下来？没有降下来。但没有降下来，是不是代表他有病？有没有病？不代表有病哦。如果这时候你他的症状你都把它处理好，筋也处理完了，那这时候他的血压停留在那里，人也很舒服，这就是他的这个个人的怎么样正常的血压。如果你硬要把它降低，它降到跟一般人一样，它反而怎么样不舒服。你们如果在医学上如果多看这样的案例，你们就清楚。所以血压只能当做一个怎么样参考而已。那你有些人天生就是180、130，那你把它降到比如说150、90，那他肯定怎么样头晕，人不舒服。我也遇过这样的案例，哦，我相信你们应该在座的也，那我也那时候也有跟袁老师在讨论他几个血压的案例，他也有说他收集的案例就是很多血压高的，如果把他的症状找出来揉完，有些就会下降，哦，啊，有些揉完就是跟我观察的一样，症状处理完，他的血压还是维持在那里，哦，没有下降。啊，另外有一种就是他吃血高血压的药，即使血压降到正常的，他还是人不舒服，哦，这个也遇到。那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两手相差20，结果他在肩部原始点比较高的那一部分把它揉开了。哎，结果再量两边就一样，哦，也有这样，也就揉完有些可以恢复，啊，有些就没有降下来。那没有降下来，在我看法，这个血压是属于什么正常的。那有些高血压没有症状，你吃高血压虽然降下来，它也有没有算好？不但没有算好，它的症状还是存在。我记得在山东，我抢救一个也是高血压的患者。他就是每天都吃高血压，结果他说那一天没有吃，他人特别不舒服，然后刚好心脏，哦，就是快晕倒这样，那我马上抢救啊。那救过来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有拍摄，我有说嘛，那一天有拍摄。那拍摄的时候，他推完之后，他告诉我一件事，很多人都有听到，他说我高血压即使高起来人不舒服，吃高血压药吃了头还是迷迷糊糊的。但我揉完之后，他说他整个头清清楚楚，而且眼睛特别亮，人很舒服。他说高血压这么久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那我问各位，到底高血压是在治病还是原始点在治病？你们知道吗？那他听完我的课之后，他马上断药，不再吃高血压。那晚上就有人帮他推揉，还有温敷。那一天我第二站是去郑州，有一个癌症患者一直想跟着我再去听第二场，那结果我叫他不要跟，我说我们行程还蛮紧凑的，那就他就留在山东跟这个高血压的再相处两天后他再到郑州来听我的演讲。那来的时候他碰到我就跟我报告这个案例，他说这两天他们都睡一起，那睡一起他继续帮他推，哦，有人帮他推还有温敷，他这两天没有吃药，情况好得不得了，血压也没有什么再升高，那整个情况是稳定的，那整个身体状况都恢复到好像健康人一样，哦，那他吃高血压药没有啊，症状还是存在。所以我们治病我讲了那么久，就是血压到底是要不要在意，参考而已哦，参考而已，真正在意的是有没有症状。那你如果担心，就是把我说的头部原始点还有上胸椎的原始点再揉揉看，如果有痛点，那就是它已经有因了。那最怕的就是原来哦，因缘具足，症状就会现前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只要把因处理掉，然后该温敷的温敷，即使有时候冷风一来，它也不会受寒，也不会再生病，这样大家能理解吧？所以血压只能当一个参考，不能当作好跟坏的一个标准。所以如果我们的患者
好的、坏的都要经过西医来审核，那这个就没完没了了。这个原始点就已经被怎么样错误的体系怎么样所垄断哦，等于西医造出来的还有指数都是一个果，竟然用果来证明因有没有好，这样是不能成立的。有时候因已经好了，那症状它本来那个果就是跟一般人的血压不一样，那你硬是要把它压到一般人一样，那这个患者也不舒服啊，所以不能用这样的标准，这样懂我意思吧？那如果该降的降，没有该降的，就像脊椎移位的还是脊椎移位，但症状已经解除了，肝硬化的还是肝硬化，但症状解除了，你还要不要去割肝啊？还要不要去割肾啊？不要，还要不要去管那一颗石头啊？如果要管，你天天都在烦恼，你的头发会白得比我快，你放心。好，那我想血压我就谈到这里。好，我们接下来谈细菌病毒，这个细菌病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为了这个课题，因为很多人打疫苗，然后细菌病毒一直搞不清楚，全世界都在打疫苗。我觉得这件事哈，我如果不输出文字，很难扭转局势，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大，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课题。那为了这个问题，我在美国巡回演讲，我就写了差不多1200个字，那也准备下一期的小册子贴出来。那我们来看这一段。论细菌病毒，因为感染细菌病毒才会生病，如果这话成立，那么就可以说细菌病毒是因，生病是果。不过这种说法真的能够成立吗？我们就来进一步分析。我们现在如果感冒，你们都已经被西方医学教育到说感冒就是因为病毒引起的，对不对？知道的认同的举手我看一下，有这一说的举手我看一下，知道感冒就是细菌病毒，要不然感冒是由什么引起的啊？因为受风寒引起的哈，是吧？好，那受风寒引起是中医的讲法。那我们如果谈细菌病毒，就一定要谈西医，因为细菌病毒，我们中医没有讲细菌病毒，我们中医以前没有仪器去照，哦，去找那个果，所以这个是西方医学搞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的理论，我们就必须要从这样来理解。他们说感冒，比如发烧、咳嗽，都是由细菌或病毒引起，对不对？好，那么这样说就已经，西方医学已经，他认为细菌病毒就是生病的因，那这些症状就是因为生病而产生的果，这样你们了解了吧？是不是就变成这样的理论？好，那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样的理论，从逻辑的推理能不能成立？好，我们看下面。一，在体内胃病前就有细菌病毒，如果细菌病毒是因，生病是果，在当时就应该生病才对。可是在临床上却有很多案例根本就不发病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台湾前不久有一个人就是去印度那拍摄，结果被歹徒枪击了，枪击之后就送进印度医院手术完，然后就送到台湾。这件事闹得蛮大，很多台湾人都知道，说不定你们新闻也有看到。那好了，送回台湾之后，台湾就帮他身体检查，结果检查出来他身体有什么超级大细菌。你们相信这里大陆跟台湾一样都有遇到超级大细菌的故事，因为我去年在这里也遇到你们在谈超级大细菌，对吧？好，那因为超级大细菌有这个案例要通报国际啊，卫生署啊。好，那台湾也蛮紧张啊，有出现了这样案例，所以大家就开始紧张，然后结果就开会，最后有没有让他出院？有。为什么让他出院？因为虽然他检查出超级大细菌，但他有没有症状？
没有，所以只好让他出院了。那很多人检查出来是身体本来就有什么呀细菌病毒，但他会不会一定有症状？在临床上不一定，很多医师也都知道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虽然有细菌病毒在体内，但不一定会发病。好，那么我们说来，如果真的细菌病毒是因感生病是果的话，那你得了在临床上如果得了细菌病毒，那这样应该当时候就应该生病，对不对？但如果没有生病，那就代表这个细菌病毒能不能说是生病的因？能不能？就不能成立咯。这个是逻辑的推理，对不对？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好，我们看下面。因此形成有因而无果，既然无果，相对的因也就不能成立，就如同没有生过孩子果的女人也就不能成为母亲因一样。因此细菌病毒是不能被说成因的。对，既然说细菌病毒是因，感冒发烧是果，那么现在有检查出来有细菌有病毒，结果没有感冒发烧，这时候变成有因而无果，对不对？有检查出因了，但是没有果。这没，既然没有果，那相对的因能不能成立？如果我们来看，如果就是如同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生孩子生下来，孩子是果嘛，对不对？啊，你没有生这个孩子，那这个女人能不能称为母亲？称为这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都没有出来，你怎么能称母亲？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没有生果，相对的因就不能怎么样成立。这逻辑一看就知道了，这样你们听得懂吗？好，听懂。所以因此细菌病毒能不能被称说成感冒发烧的因？能不能？我说从第一条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看出来，细菌病毒如果它是在生病之前就存在的，那它也不能成为感冒发烧的因。好，这个已经很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看下面。二，如果是生病后才有细菌病毒，可见细菌病毒是果不是因，因为生病后而产生的通属果。对，如果它是在生病以后，你再去检查出本来没有，然后再去检查出来有细菌病毒，那表示这个细菌病毒也是最后才被生出来的。那被生出来的东西通通属什么？果啊。因为我说过了，会被生出来的通通属果。就像我被生出来，我就是果，我就是父母亲的果。所以细菌病毒被生出来，它就是果，它是因为生病才产生出来的，那这个也不能成为因，对不对？这样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好，我们看下面。好，那第三条我们再看。三，如果细菌病毒与生病是同时产生的，那这样细菌病毒也不能成为生病的因，就如同牛角同时生，彼此不能互为因果。好，我们进一步再来推理，在之前也不能成立，在生病之后被检查出来也不能成立。那有人就问啦，那细菌病毒跟生病同时产生能不能成立？如果能成立，那这样细菌病毒如果同时生，那就像牛的脚同时生出来，左脚会是右脚的因吗？还是右脚会是左脚的因？彼此同时生出来，这两脚彼此不能互为怎么样因果，彼此这两脚同属果不是因，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一条如果是同时产生，那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果也不是因，马上就知道。就好像双胞胎，女人生了双胞胎，你能说这双胞胎彼此互为因果吗？不能。这两个双胞胎都是属于母亲的果，所以同时生出来同属果而不是因，这样你们能理解吧？所以细菌病毒我们从三个，在生病之前产生的也不能成为因，
在生病之后也不能产生因，同时跟细菌生病同时产生也不能产生，三个逻辑都不能成立，那细菌病毒就已经可以看出是属于什么，很简单，就是果了，推不出来就是果。那很显然细菌病毒就是果，就是因为生病的一个果。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四，细菌病毒是被仪器检测出来的，在临床上原始点疗法已经证实，除本处受伤外，凡被仪器检测出来的通属果。本处受伤我们早上已经讲过，就是比如脱臼啊、刺伤、割伤啊，那个照出来才有意义，要不然照出来经仪器检测出来的通属什么果，那果就是属影子咯。影子是不是你要治疗的地方？不是。所以从这四条，我们用原始点临床这样实际做了六七年下来，也证实细菌病毒是果不是因，不是我们要处理的。那很显然逻辑它也不能成立，然后用直接这样治病的原理它也不能成立。那很显然这个可以想见，细菌病毒根本就不是我们要处理的，它只是在怎么样换生换灭，因为因体质改变而产生的一个果。好，我们看下面。从以上推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细菌病毒不是导致生病的因，它只不过是生病的其中一种果症状而已。这个大家已经没有疑惑了吧？听得懂的举手，我看一下。已经听得懂哦，不错，在座的各位哦，都是上根之人，哈哈，一听就懂，哈哈。好，因为这个细菌病毒很多人搞不清楚，所以很多人你不信，你看，当你检查出什么肺什么什么菌什么菌，就要用抗生素来杀，对不对？那病毒就吓死了，就要去跑医院打点滴了，对不对？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果不是要被处理的，你还会搞这种事吗？一定不会。好，我们再看下面。从临床上观察，如果感冒而有细菌病毒，不管有没有吃药，结果都是一星期左右会好，可见是自身体质处理好的，根本就与药物无关。这个我自己也用自己的身体试出来，我感冒哦，感冒发烧或咳嗽，我就吃西药，我看我多久会好。我吃了一个礼拜才会好，我吃了好几次，都一个礼拜。那我干脆就不吃药，我看看多久会好。哎，结果也是一个礼拜。那这样说来，我试了那么多次，那就已经证实一件事，如果药是有效的，我的病不应该到一个礼拜啊，对不对？结果我的身体自己处理也是一个礼拜，那不都是一个礼拜都会好？结果跟药已经是什么呀，证实跟药无关了，好或坏都是我自己处理好。所以既然果一定是跟怎么样因有关，那因是什么？体质啊，就是我们画的早上画的那个表，就是因体质，体质的寒，你把体质寒慢慢调整回来，那它自己就会去处理细菌病毒，根本跟药无关。哇，那你们这样清楚了吧？所以你们有没有自己试过？有这样试过类似试过的举手，我看一下。哎，还不少人啊。那我相信你们试的结果是不是跟我一样？一样，其实都一样。那而且我还在我临床上观察，如果感冒被西医检查出细菌病毒的，你吃西药，它恢复期比我用姜汤或用中药，它恢复都还要怎么样？更慢。我已经试出来。那如果你们去打点滴的人，好的更慢。只要去打点滴的会更慢，拖得更久。为什么？因为既然到最后你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由体质处理好的，那你把体质弄得更寒，打点滴也会弄得更寒，吃西药，所有的西药都是寒药，你们知道吗？包括退烧药、止痛药都是寒药。那这些药越吃越寒，你怎么会好得快？不可能。所以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你自己体质处理好，人本身就有治愈功能，反而医学不是在帮助我们，甚至是一种反方向在伤害我们，只是我们不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我这样一路试下来，我终于清楚，原来好不好根本跟他们的药无关，那就是我体质高好的。好，好，我们再看下面。
从原始点来看，感冒症状是果，也是无药可医。即使现代医学说抗生素可以杀死细菌，亦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药只能改善体质，而不能直接治疗症状。好，这个很容易解释，大家已经知道感冒的症状也是没有药可医，最后都是因为你体质好，这个大家能承认吧？体质就是阴嘛，哦，那药我们用药，药是什么呀？在我们的因缘果，它是属于什么？哎呀，你们很聪明，缘，它是属于外来的，就是缘。那缘会不会等同于果？不等同于果。如果缘能够直接治病，那绝对不能成立。等于缘跳过体质，然后直接把症状处理好，有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有，那就好玩了。那你就是不要种种子在地上，你就每天施肥，它就会长出芽来。缘等同于果嘛，那你就不要考虑因的问题了，对不对？那你们就尽量浇水好了。就不要种种子，你们就每天浇水。这个盐等同于果，就这么荒谬。那西医就是在这样玩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它就是盐等同于果，而不考虑体质的寒热。那甚至伤了你也不知道，最后自己好了也不知道，还要拿钱，然后让他越吃越寒，然后还要感谢医生。我们常常做这种荒谬的事，所以药能够治疗你的病，如果有一种药能够治一种病，那就是等同于盐等同于果，那这就可怕啦。如果这样施肥，你就会说施肥等同于它一定会长出芽来，不考虑有没有种子。那这样说来多可怕呢？那太阳说我照了这个地上一定会冒出芽来，那这样水浇水也会说我只要水下去我就能够让地上发芽，不需要种子。那这样大家能承认吗？不能承认啦。这样盐等同于果，各种盐都能说我就是治疗那个病的因，那不能承认。所以因为这样，所以西药治疗感冒它有很多药，你放心，就是很多盐都承认说哦，我可以治病，但通通无效，因为如果不考虑体质，通通不能成立。这样你们理解了吧？用这个表已经很清楚看得出来了。啊，如果有症状，如果有感冒怎么样，一定是他处经伤才会产生。所以这进一步已经证实，你即使检测出来的细菌病毒也是属于症状。那症状会出现，还有其他的感冒发烧，一定要怎么样，经伤才会。那我就可以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感冒有些人只有喉咙痛，他没有流鼻水，对不对？然后没有骨节酸痛，有没有这样的人？那感冒为什么他只有喉咙痛？很简单，他就是这里枕骨的筋怎么样，筋伤所致，然后加上感冒他绷紧了，他才会产生症状，对不对？现在大家已经理解。啊，为什么有些感冒的只有流鼻水而没有喉咙痛，也没有骨关节酸痛？为什么？因为他头部这两个点怎么样，本来就已经受损了，加上感冒之后它进一步绷紧，症状就出现。你只要在这里揉开，感冒的症状也会好啊，是吧？所以跟细菌病毒有没有关？所以你揉好了，然后温敷好了，你再去检查。我跟各位讲，我也问过西医的朋友，他们说哎，再去检查细菌病毒还是有的啊，它不可能你症状好了它就完全消失，也不可能，还是多少可以检查出来，这样懂我意思吧？所以它还是一个果啊，你们理解了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一感冒全身骨节酸痛呢？因为他全身的筋都绷紧了，所以受风寒之后他全身的筋绷紧之后就产生症状。所以细菌病毒不是因，而是他处筋伤才会产生症状的因。这样再跟大家这样讲，是不是更理解了？